早，今天又没搭到车。扶奶奶过马路啊。早上业绩好像不错哎，那你还迟到，才一下下而已。哎，我差不多了，要不要去吃饭？好啊，走吧。嗯。哎，你干嘛？吃饭了，脸色还这么差。嗯，阿宇今天很奇怪，怎么从早上到现在讯息都不已读也不回？说不定他有小三。阿宇才不会这样。你又知道，你又不是无时无刻都跟他在一起。不吃了啦。你的刚好500，谢谢。来，发票。他还没回你哦。哦，对啊。还是你要直接出去打个电话给他，问他到底在干嘛？可是现在上班时间。没关系啦，反正现在又没人，顺便骂骂他。喂，在干嘛？没干嘛，就在家处理一些事啊。在家处理什么事？讯息都不用回啊？不是啊，就刚好没看到通知嘛。没看到通知也太夸张了吧？都一整个早上哎。等一下，喂，喂，喂，连到 WiFi， 啊。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拨声后开始计费。算了，他还是没接啊。他是有接啦，但是我问他整天在干嘛，他就说在家里忙事情。我问他忙什么，他就挂掉。之后我再打就语音信箱。那也太奇怪了吧。会不会他跟别的女生在一起、啊？说不定是那个女生把手机抢走，然后关机。那怎么办？还是你今天提早下班回去堵他？这样你一个人可以吗？一个人收店还好，你找到他比较重要。谢啦，我去收东西。嗯。我提早下班啊，你都在家吗？对啊，我在家。没有其他人吗？没有啊。嗯。没有，我一个人吗？那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没看到手机吧。嗯。怎么了？嗯。好啦，你先去放东西啊，干嘛啊？哦。今天都在忙这个，我还把手机掉在奶油里面，所以都没有接到你电话。傻瓜哦，这是买的吧？对，被我做坏了。
是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在？这太难了吧！哇，不是吧？哎，我接个电话。干嘛啦？关掉，不可以接。为什么不能接？干嘛？还我啦！不要。为什么？我先关机。